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公布2020年度最高收入女星排行榜，主持全美一丁的 Sofia Vergara 以年收入约 3.35 亿港元荣登榜首称霸，但比去年的冠军 Scarlett Johansson 都赚少过亿。 Scarlett Johansson 因为疫情的影响搞到电影延期零分红，今年十大都不入。杂志估计 Sofia 拍摄一季全美一丁可以赚取大约7800万港元，今年初大结局的摩登家庭一集的剧酬都有成390万港元。第二位是 Angelina Jolie， 总收入约 2.77 亿港元，主要都是来自漫威超级英雄电影《永恒族》的片酬。第三位就是 DC 超级英雄神奇女侠 Gal Gadot， 总收入大约 2.46 亿港元，据称她去年曾经收串流平台 Netflix 大约 1.56 亿港元的片酬，接拍新作《红色通缉令》。至于第四位至第十位有谐星 Melissa McCarthy， 影后梅丽史翠宝，无声绝境系列女星 Emily Blunt、 尼哥杰曼，二人当自强女星 Ellen Pompeo、 侍女女星 Elizabeth Moss、 自杀特工超能部队 Viola Davis。 机会来了，缤纷星网收集各类型有趣短片，如果你家有得意宠物，想同多啲人开心 share， 或者你本人大把想头乜都够胆拍，又想一片成名，即刻 send 片来了。